概一隔也会带来你们来一次啊，每次来都不一样。啊，他有很多智慧，我们李师长也有很多智慧。没有，你们看看各位医生哈，你们看看有什么想法？因为我们整卡这点家哈，除了做老人关怀、社区营造这一部分，之前是传下来这一块。但我家内心世界拢想的是，我的社区面较好。啊，所以你用您来行起来，您的看法，好、哦、来来建议。李市长一些建议的，我们有两个大，一个是社区产业，一个是我们就是社区的老人照顾系统。那李市长他要发展一套我们这里，我们不是只给老人来唱歌，我们希望你买档来进产来行善健康体验，请大家吃啊，健动发生也请大家来吃，大家一起来参与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李市长做参考？大自然面临的，你也是不要听人言，可能作弊。所以大家及时反应一下，然后我忘记的时候再好变，一旦越来越好。但是学医其实我们不是只在我们的专业医疗治疗这个部分，对这些小孩的这个，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是有人来呀，经理都会带，就是就会这样详细的说。对，我们透过，如果是你们整个套动型的进来，还是你们进来有要求，我们有一些人他想要自己走，他一般几乎如果团队起来，我们都会透过解说，因为我们发觉说影像记录变很重要，那影像是记录你们曾经来过这里，但是对，来的客人分散，还在发展中。我们其实说，我跟你讲说，每一次来说不一样，你弄那饭店的表单哦。我是刚刚嘛，有在，其实有在跟理事长在建议，慢慢我们要把一些重要的慢慢把它规划。我一直在做设计，是重点策划，化解这些文化的计划在里面，我们希望化解。哎，各位医生，如果有空，我欢迎你们再来啊！早前是来都没有问题，来就可以直接进来。我们会做一些解说，这种是蓝色的字条，可能可以就是想办法让它明显一点或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是游客走过去，可能什么都注意到。你来我们这里，就说不是只是看那个字，其实你要了解说，哎，阿公阿嬷以前他们讲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忘掉？来透过这样哈，来表达出来，让我们看到原来是他们到底是在这里。理事长啊，谢谢，还有梅哥，现在跟谢谢。那你们回去可以上上网。对对，好，谢谢。这个位置，把剩下的塞给我。好，要，谢谢哦。对，下次自己再到金月来。我刚才把伞给你，你再叫上我一声。